今天是旧金山，2022年的10月2号啊，我去附近的一个体育场看看有没有球赛啊。如果有足球赛，就去看看足球赛，之后去 T-Mobile 那边交 WiFi 费啊。上个月的已经到期了，上个月花了20美元买了10个G 的流量啊，5G 的流量，就说这种移动的热点，移动的 WiFi。用来连手机用的，买了10个G 的，用了大约不到7个G。期间呢，还有两位朋友吧，共用过这个 WiFi 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下个月可能买5个G 就够吧。我稍稍的把流量控制一点，控制在5个G 以内就 OK 啊，因为单位和住处都有 WiFi 啊，我就是。平时在外面带着手机的时候，用它来连微信啊，主要是通过微信跟外界随时保持联系就 OK 了啊。手机地图导航呢，因为有单位发的工作手机，所以也就够了。偶尔查一些资料呢，也可以用单位的工作手机去查。主要就是微信是私人的嘛，需要用私人的手机，连 WiFi 啊，去保持联络。哎，等一会儿绿灯啊！今天比较热，这个时候可能没有球赛吧，到那看看吧。有的时候附近的小足球场会有一些年轻人甚至小孩举办足球赛，有的时候还有女孩在那踢球比赛。但是拉丁人啊，亚裔人基本上没有，拉丁人、黑人和白人啊，这周休息的还行，下周呢也有事情啊，出去处理啊。下周是算是一个辐射是什么地方？乔迁之喜啊，到那儿去庆祝一下啊。下周六要去啊，先去这边的唐人街，之后还要去奥克兰啊，所以呢要事先预留出时间来。同时，大下周要去取眼镜啊，应该是，费那个眼镜应该是10月17号。这个美眉身材不错，有点皮肤黑，但是还挺好看，瞅着。这边是，等会儿这个绿灯。哎，是从这边走吧？啊，是从这边走，对，直接走，对，直接走。早晨起来没吃东西，昨天也是起得比较晚啊。起来之后刷刷牙，冲冲牙，就吃的那个能量棒，这边发的能量棒，巧克力还有什么各种的蛋白粉之类的，还行啊。呵呵用那个充饥，到了晚上呢，吃了2个苹果，又吃了，一点那个速冻米饭啊，糊弄糊弄自己啊，没吃青菜，蔬菜都没吃，冰箱放着可能都坏了，放了差不多得有10天了吧，可能就得扔了。有的时候是没有心思，没有时间去弄啊，厨房有的时候经常被人占着啊，因为大家合用厨房嘛。有的时候是隔壁老两口站着，有的时候是房东的那位亲属站着啊。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呢，厨房里边都是油烟，那个房东的亲属正在什么炸什么东西，煎鸡蛋好像是。然后他说啊，汤姆，我的手机已经收到了 WiFi 费的通知，还是22块7毛5啊。他每次都会。写一张纸条放在我的门口啊，上面写着多少多少钱，我把现金放在他的桌子上。今天正好碰到我，他说他就不写条了。我说啊，我说谢谢啊，我说我都给你准备好现金啊，给他。这谁踩上了？这赶紧去买彩票啊！运气这么好。啊，这个车这个涂鸦画的全是涂鸦了。这边看看有没有。球赛，有的话就看看球赛，放松一下，当成老年生活的娱乐。这谁扔的这个灭火器？是灭火器吧？扔掉了，坏了。
看一下，好像是有啊。那街角搭着白色的帐篷，有人在那卖水啊、卖饮料什么的，卖零食。估计可能有人比赛吗？啊，有人比啊，有人比赛，有人比赛，是吧？但是没踢球，在练球吧？好像是在练球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这不像比赛的样子呀！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就看看吧，看看比赛吧，看一会儿也行。看，我到哪儿去看呢？有哪有阴凉啊？拉丁人，拉丁人这边见不到亚裔人啊，我在这块是另类了。虽然都是黑头发，但是种族不一样，语言不一样，饮食不一样。各方面都不一样，审美也不一样啊，各种的不一样。这边我看能不能推过去啊？能不能推过去？差不多。那是拉丁人啊。Excuse me, thank you。穿着棉马甲呢，也有白人小孩啊，有白人小孩。哦，这穿着红裤衩，黄上衣啊。红裤衩，黄上衣，这边可以过吧？这边，哎，美眉坐在这儿看啊，拉丁美眉，这边的花特别香，有点像人体体液哦，thank you，有点像人体体液的这个味道啊。刚才全是个流浪汉啊，哦，这个花的香味特别像人的某种液体。那些是生物的香味儿啊，呵呵！人们在这排队上洗手间呢，排队上洗手间。我的自行车就放到这儿吧，然后我去看看热闹喽，呵呵，看看球赛喽。说这儿，说这儿吧，呵呵，哦，一对情侣在这吃东西呢。那你男的筷子吃呢，黑头发，那男的是个黄毛，呵呵，黄毛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我自行车锁在这儿。